朋友是救赎，当你有一个很爱你的朋友陪你一起可可爱爱，和你分享喜怒哀乐，那你对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舒服。幸福感的来源无非就是说话有人听，干什么都有对方陪，尤其这个人他了解你的脆弱，却依然把你捂得热气腾腾，让无聊的日子也变得熠熠生辉。